兄弟姐妹之间、朋友之间、哦，社会的成员之间，跟他争争什么东西？不用争了。你说啊，差一点啊，差你什么？哦，差着啊，给你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只要有，可以施舍，就施舍给他吧，是不是？除非你碰到神经病，那没话讲，所有东西都不对，都不行，那总是有个对错吧，是不是？但是拿捏之处跟每个人的逻辑息息相关，所以你看有些人啊，他很好过，他的逻辑之间啊，他很有，就是他很有，就是不管怎么想怎么弄，他都对，他很容易对。是不是？有些人的逻辑怎么想怎么弄都是错，这个也想错，那个也弄错，都是错。那人生里面对的多一点，幸福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对的少一点，什么都不是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些零零总总的观念重要吗？重要。但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，那么多人都没有弄通？这就是这辈子不同，下辈子来可能也不会通。对不对？上辈子就开始不通了，上辈子的上辈子的 N 辈子前就不通了，所以就是自误误人，混了一辈子又怎么样？所以同样是几十年，对吧？这辈子好歹遇到筹码了，这一次得弄通了，再不弄通没机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，你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先想清楚，就不用问那么多为什么了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当好人？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守法？为什么要吃亏不跟人家计较？哪那么多为什么？想清楚就没有那么多为什么。哦，所以在红尘里面，你要能够把可能性的主题先一次搞定了。所以啊，学海无涯，对不对？你红尘里面有多少主题？太多主题了，一次搞定。什么叫做一次搞定？你每天都在赶快突破啊，不熟的、不对啊、没有把握的，赶快智慧提升，是不是？免得那些考题先敲你们家的门，咚咚咚来了，然后你又没搞清楚、弄明白，就可惜了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全部都考100分，那最好；都考99分了，就差那一分，对不对？差那一分，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把那一分，把那99分全部毁了，可不可惜？我问你。可惜。所以这时候，你的心里面就要搞清楚、弄明白，为什么每一天要弄通，每一天要提升，就这么来的。对，不提升不弄通，那怎么办？等到真的敲门的时候就弄不通了，你再想弄通来不及了，真的来不及了。哦，所以我刚刚讲的，你要听懂了。哦，不是只有感动，感动一回事，弄通一回事，实修一回事，对不对？正道又是一回事，正道以后再求发展又是一回事。哇，你看有多少步骤啊？我们在哪一个步骤呢？对不对？很多东西，你说这辈子我不要那么累，你下辈子还是得面对，